今天来带大家看一套半岛城邦一期267平的一套海景大平层，怎么样？这个海景是不是特别的震撼？这是一个一线的海景。这个房子的装修呢也是非常的温馨，非常的现代。这边是客厅，这边的客厅开间呢有个4米，这边呢就是餐厅了，放了一个10人位的这个餐桌，空间非常大啊。连着这边呢就是厨房啦，厨房外面呢是看着这个花园景观的啊，里面就有一个工人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海景主卧吧。他这边呢住了5个房，这边南向的有2个房，也是看着海景的啊。对面有一个工位，这边也是一个朝南向的一个海景房，对面还有一个次卧。好，来到主卧啦，这边是做了一个小书房。这个主卧也是够大啊，面积差不多有个60-70平方，这边也是看的是一线海景。好，主卧这边呢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洗手间，里面还有浴缸的啊。这样子的海景大平层你喜欢吗？